几个都别干了。昨天晚上凌晨两点，谁家财务支了2万块钱？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接，我就自己去财务那转走了。钱呢？快转给我。钱我花完了。花完了？你都干啥了？昨天晚上我拿货去了。来，你跟我来。来，你看这几台。那是回收的个人的还是同行的呀？都是同行的，他店里生意不好，就便宜送给我们了。那可以呀、啊，这是一台 X2， 更换过一次屏幕。这台是多少钱收的？这个300收的。300可以呀、啊，直接加50出给粉丝，另外呀、啊、再送给他一套20瓦快充。啊，真香！这个是台苹果12，外观成色还可以。这台换过屏幕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，所以说的便宜。这个800收的。这台800还可以。这台直接加100出给粉丝。这是两台苹果13，成色的话一般，电池还都是100的。这两台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两个都是卡贴的，我查了一下，都是 XF 白名单的。那这两台解锁的几率很大呀？多少钱收的？1500来的，解开一台多赚800。那这两台直接给粉丝放福利，不管解开解不开，直接加200出给粉丝。Nice。这三台是14 Pro Max， 多大内存的？都是128的，成色也都还可以。多少钱回收的？金色的3500，黑色和紫色的3600。那可以呀，那这三台直接加200出给粉丝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想捡漏的抓紧来。